At me, I will never pass for a perfect bride or a perfect daughter. Can it be? I'm not meant to play this part. Now I see that if I were truly to be myself, I would break my family.

Hello，大家好，我是 Debra。今天呢，呃，我们要讲的这一集呢，题目有一点，我想要讲的部分比较复杂一点，所以呢，这一集是酝酝酿了很久，应该有一个多月吧。嗯，距离上一集好像是四月二十几号。<laughs> 好，刚才大家听到这个很好听的这首歌呢，如果。 嗯，喜欢看那个卡通电影的，或是迪士尼电影的人，应该还还蛮熟悉的。这我放的是一九九八年的动画电影《木兰》花木兰的里面的，嗯，电影原声带的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呢，歌名叫《Reflection》。那 Reflect 呢？ 我们之前学英文的时候就知道啊、哦，反射，诶，可能回想这样。那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在就是《木兰》木兰的这个动画电影里面听到这首歌，我就好喜欢哦，我觉得超好听的。可是我不懂什么是 reflection 诶，因为在我们学英文的历程里面，其实你只会讲是反射嘛，回响。 可是它这个有一点是呃倒影，就是说看你用什么 reflect，你用镜子 reflect 就是你自己的样子。可是你用湖水，你用不同的东西，你反射回来的是不一样的。那这边有一个我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个生字叫 self r e l e c 啊 reflection，self reflection 就是这个 reflection 的前面加一个 self，s e l f。 Dash，然后 reflection，其实意思是反省的意思，因为反省我自己嘛。嗯，那这一首歌呢，它里面讲的，呃，我觉得这这部电影其实对我来讲，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然后一九九八年那时候我在美国看的，那美国电影其实是没有字幕的，那就像我们可能习惯看字幕。 美国的电影通常是没有字幕的，然后美国的电影院呢也没有画座位，就是买了以后你就直接你你要早点去挑你自己的位置，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所以就看你早去还是晚去这样子。嗯，那所以很特别哈。那我觉得这个电影呢，嗯，我今天先讲歌词好了，因为其实还蛮短的。那大家知道花木兰的故事吧？ 应该讲中文的人应该都知道吧？那我知道台湾的国中其实有教呃《木兰词》，那这个其实呃等一下会讲更多，因为我查，因为这一集要讲花木兰，我查了很多资料，这样。那我先讲歌词好，因为它比较比较嗯短。 那大家知道，这故事里面就是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花木兰她去，呃，媒婆那里，然后想要给媒婆好印象，然后她可以帮她，呃，挑一个好人家可以结婚。可是呢，她又觉得那个不是她，所以她回来的时候呢，呃，心里也有点沮丧。然后在家里的那个池塘旁边，嗯，就是透过那个池塘水，她。 照到自己，然后他里面有一个部分，他跑去祠堂里面，就是拜祖先的地方。然后他那的祠堂的嗯牌位很特别，它是石头，可是镜面，就是像 mirror 一样的镜面。所以他照着祖先的牌位，可是 reflect 出来他自己的样子的时候，然后哎。 就是在唱歌的过程，它的背景画面是这样子。好，好，那我们就先讲歌词哦，因为这比较简单，因为是在卡通里面给小朋友看的。好，那前面是 Look at me，看看我。I will never pass for a perfect bride。Pass 是通过的意思。A perfect bride 就是一个完美的新娘，就是说变成一个很好条件要嫁出去的人哈、哦。Or a perfect daughter。 或是一个完美的女儿，其实完美的女儿在那个时候，或是说在呃中国传统社会里面，什么是完美的女儿啊？就听话的女儿吧，对吧？Can it be? I'm not meant to play this part. 有可能 meant to be. 其实我我查了一下字典，它上面是说。 必须要，一定要。可我认为可能要翻成“注定”的意思。我是不是注定不能呃扮演好这个角色？This part play 是扮演哦，这个部分哦。Now I see，现在我看到了。That if I were true to be myself，现在我看到，如果我要真真实的面对我自己的话，I would。 Break my family's heart，我会伤了我家庭、家族、家人的心。嗯，Who is that girl I see？那个我看到的女孩是谁？Staring straight back at me，Staring 就是注视着看嘛。Straight，straight straight 是直接。 Back at me，因为你照镜子啊，你直直看他，他就会直直回看你，right？Why is my reflection someone I don't know？为什么我反射出来我的样貌是一个我不认识的某个人？好，Somehow I cannot hide who I am，though I've tried. 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办法隐藏我是谁，即使我试过了。好，可能他试着有在家里要扮演完美的女儿的角色，可是 I I tried to be a perfect daughter for my family, but actually I'm not。实际上我根本就不是，好吗？然后呢，最后一句话重复两次哦。 When will my reflection show who I am inside？那我的 reflection show 是什么？show 出表达出来我的反射，我的镜射，就是反映出来我我自己在里面到底是什么？好，好。 我的倒影呢，什么时候才能展现出我内心的样子？那这样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内心的样子都一直在里面是一种样，可是我表现出来是另外一种样，对吧？就是符合外界期待、外界想要知道的这样子。那我为什么会要讲这一集呢？其实也是因为，呃，我我之前有讲过，就是最近是毕业季嘛，然后就是要。 啊，找工作啊，想要有一个嗯专题来让年轻一点的人来嗯提醒大家找工作的一些细节。那其实第一个部分，呃，就上礼拜讲过，就是找一个适合自己有质感的英文名字。好，那接下来呢，下下一个我想做的就是真正认识自己，所以我才有。 其实花木兰这一集我已经想了非常久，酝酿很久，可是我一直在想要什么时候做。那我觉得刚好很配合，就是下一集要讲真正认识自己，因为花木兰她在这首歌里面也是在问我自己说：“嗯，我已经那个 mirror 她了，我已经假设我是花木兰，我在问我自己说，那到底我我我真实的样子是什么？”好，那。 因为我要收集那个真正认识自己嘛，因为你一定要认识自己，以后你才会去找一个跟你自己个性或是嗯特质比较类似的工作，你才不用一直换嘛，不用一年换二十四个老板，对吧？那所以我在找一些呃内容的时候呢，它实在很好玩，它这边里面有讲一句话：人生前半场都照他人期待而活。好，这还蛮符合花木兰的，所以呢。 认识自己其实是从小到大，尤其在华人社会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嗯问句，就是说，呃，从小家人会觉得啊，比较乖的小孩就是听话的小孩嘛，孝顺的小孩，对吧？就像花木兰孝顺呃长辈，然后呃他们家没有成年男子可以去当兵，所以他就觉得他要去当兵，对吧？ 他爸爸有没有告诉他说：“你帮我去当兵？”没有。其实我我自己个人认为，他爸爸其实是很开心，因为他内心想要的是他女儿去帮，居然帮他揣摩出来，而且去帮他做到。因为在那样子父权社会，就古代农业社会，其实是重男轻女的嘛。那重男轻，因为男生比较有力气，可以什么诶、欸、什么延伸家族。 呃，传宗接代可以干嘛？所以在那样的社会里面，嗯，男生才是重要的，女生不重要。所以他们家没有成年男子这件事情，可能在这个父亲花木兰的爸爸的心里是一个嗯比较比较呃沉重的痛。所以呢，即使要让女儿去当兵，他他他也开心。为什么？是他。 他们家有有有出壮丁去当兵啊，对吧？可是呢，我想讲的是，因为我查了一下他的那个时空背景呢，我本来是想讲别，就又来讲这个。好了，<laughs> 那我我我我直接再把。 那个花木兰，那个来来来说一下哈，反正现在都既然讲到这里了，好，就是这个花木兰的背景呢，可能我们以前在念的时候，可能都没有讲的那么详细，对吧？只有讲它里面文言文啊，它里面一些什么东西这样，没有讲的很清楚。那我觉得它这个部分呢，讲的，嗯、呃……我我查了一下，就是说，呃，大部分。 很多人一致认为，这个时间应该是出现在唐代之前，由、就是、唐朝之前、李世民之前。OK，好。那可是呢，反复的去推敲呢，认为他应该是在讲北魏跟柔然国之间的一些战事。那柔然是北方的游牧帝国，其实。 北魏呢也不是呃纯汉人，好，那他这个时间呢，差不多是在西元三九四到五五二年间。那我觉得呢，那我们就取个中间数，就是算四百好了，就算西元四百年。好，那我们现在是二零二四，t 如果时间回到现在，假设有一个爸爸，他。 要去当兵，可是他不能去。然后他让他女儿去当兵，他不担心吗？会吧。不要说女儿要上战场去杀人了，那个军营里都是大男人吧？对吧？二零二四年的爸爸不会担心吗？那在花木兰的那个，他爸爸以前就也有也有打过仗啊，那他当然知道怎么回事啊。可是他不担心吗？ 他，我我要讲的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哈、哦，就是他即使担心，可是为了他的面子，觉得他们家必须要有呃男丁去打仗，然后女儿要去，对吧？那他他就自己去好了，反正他揣摩上意，是个孝顺听话的女儿，因为他要当一个 perfect daughter，right，完美的女儿，所以那他愿意去。 去做这件事情，可是那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他去当完兵十二年，就《木兰辞》里面讲的十二年，回来之后，那在那个时候比较古时候的那个状态里，他还可以找到一个好人家结婚吗？应该不行吧？哦，还有一个是，当然有人就觉得说，怎么可能一个女生去当兵都没有被发现？ 那我之前是看到有人说，因为他可能长得很 man，很像男生，所以呢没有被怀疑这样子。那、那、那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好笑。然后我看到是他还有把他画的是示意图的花木兰这样子，嗯。所以我，我我想讲的是说，在呃华人社会里面，要呃。 常常要嗯提倡出那样子的价值观，孝道听话。看我们家狗狗都说了，对，孝道听话。那这个东西呢？为什么我刚刚讲这个？诶、欸，做真实的自己会讲到这里呢？是因为。 为什么我们长大以后还需要去啊做一些心理测验啊？然后要问自己呃三个问题，找出自己的核心兴趣啊？那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长大的过程，我们被教导要听话、要顺从、要孝顺，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分辨不出来，到底这是我自己的声音还是别人的声音、家长的声音。 好，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比较沉重的祖先能量。所以为什么今天讲这一集，我会觉得我要想好久，因为其实这个题目还蛮大的。呃，沉重的祖先能量。所以对于呃某一些现在正在听呃这一集的各位，如果觉得自己是很呃有负担很沉重的祖先包袱的人，那我之前有做。 应该是三十四集跟四十集吧，还有五十集是在讲祖先能量的冥想，那大家可以听听看，听听看，说是不是有帮助到大家这样子。嗯，那因为我也是有很沉重祖先包袱的人，这样，嗯，好，那大家可以去呃冥想一下，看看自己到底有哪一些。 不是自己的声音必须放掉这样子，嗯，那祖先能量呢？嗯，其实如果大家有看这部《画木兰》的动画里面，我觉得它里面到了祠堂以后，其实它那些祖先们就是画成虚虚线，有点像呃毛笔的那个画法的时候的那个祖先呢。我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不太能够接受，可是后来。 因为我比较敏感，可以感觉到一些东西。我觉得其实在一九九八年那个动画的《花木兰》的那个电影里面，他讲的一些嗯祖先的那个，我觉得我还蛮有感的耶。嗯，所以我觉得还还挺有趣的。那他在那部电影里面，是因为祖先请了一个那个小喷火龙木须龙，他叫木须。那我觉得很好啊，因为他名字是木兰嘛。 那再找一个木薯，就是木须，就是什么木须蛋啊，木须就是一个菜的那个。<laughs> 那我都会听到哈，木须也也可以变成名字。那里面那只龙呢，很可爱，对不对？它会喷火，然后它还有那只小蟋蟀，然后陪它一起去，然后才呃让它度过了很多嗯难关，然后呃打了胜仗回来。其实到这里我再讲一下，如果花木兰在呃这个呃木兰词里面。 他没有打胜仗，他没有呃呃代父从军之后，然后光荣的回乡的话，你觉得这个故事会拿出来写吗？不会吧，对吧？嗯，所以呢，我觉得嗯很好玩。好，那刚才讲到那个诶 ancestor，就是祖先们呢在祠堂里，对吧？那其实现在父母对小孩来讲是 living ancestor。 活着的祖先，对吧？那我觉得呢，其实在，在呃，现在有一些亲子问题，有一些，嗯，可能有一些，嗯，相处一些不愉快的部分，就是父母有的时候他很难的如实的接受孩子的原来的样貌。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父母在不自觉当中。 承担了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期待，他觉得，嗯，可能小孩是呃自己的延伸，就父母自己做不到的，会希望小孩做到；父母过去的遗憾，会希望孩子可以来弥补。有的时候没有察觉到的时候，父母的情绪会希望孩子来解决或承担。哦。 那我觉得在这部分呢，其实有很多那比较敏感的小孩，他就会承担父母很多在家庭里面的该该做的、该有的部分。其实花木兰也是这样啊，对吧？就他他爸爸没有办法，他家里没有成年的呃男子可以去打仗的。然后其实他他。 花木兰，她应该有揣摩到她爸爸的心意，所以她想要去帮她完成她爸爸的心愿。可是那她是很 lucky 啊，有好好去，好好回来，对吧？那也有人去了就回不来的，对吧？所以呢，嗯，这个时候，那可能现在就是父母 （living ancestors） 或者的祖先们，那希望看到，嗯。 小孩完成你年轻时候没有完成的梦想嘛？那当小孩没有要这样做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整个大爆炸这样，大崩溃大什么的？好，那我之前也有做过，呃，两集的，一一集是觉醒父母的那本书的读后感，那另外一集是我有访问一个我的朋友，我的光客同学。 那他在讲他跟他小孩相处的过程，这样，那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去听之前的部分。嗯，那我觉得，嗯，觉醒父母呢，当然最好哦，哪一个小孩如果投胎到这样的家庭里，多棒！因为他只要去面对他自己的，嗯，独特的宿命，他的个性，他的性情，来到。 投胎到地球来，对吧？那他有他自己要完成的部分。那他投胎到觉醒父母的家庭里面，其实我觉得好 lucky 哦。所以有时候我在看有一些小孩，他投胎到一个家庭是很很愿意让小孩做自己的，那我觉得好棒哦。嗯，好，那我大概讲一下，觉醒父母就是重新连接自我。 还有去认知孩子的内在本性，全然接受孩子的本貌，嗯，好吗？那今天讲，因为花木兰这个部分讲很多，就是关于 ancestor 的部分，祖先能量还有觉醒父母。那我觉得，嗯，不知道大家觉得，或许我讲的有点太，哎。 不太常听到，可是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我自己有突然想到，有一种可能就是，嗯，那个时候父权社会重男轻女的这样的状况下，即使知道女儿去当兵会危险，可是她爸爸还是让她去啊？为什么？因为。 男人的面子最重要，好吗？那如果可以呃理解或认同我讲的话，那就听听看我的这种、呃、另类的说法。嗯，好。那接下来呢？呃，我要放另外一首歌，在这部电影里面，我我也很喜欢它。 他其实这个电影呢，他一直在讲呃 reflection，到底你自己真实的你自己是什么？然后呢，在这个电影的最后面，就是哦，木、呃、兰嗯衣锦还乡之后呢，他又跑到祠堂里面去呃拜祖先的时候，唱的最后的一首歌叫 True to Your Heart。那这个部分的歌词我就不讲，因为比较长。 然后我翻译会放在那个呃说明栏，说明栏里面。那这个声音呢，也是一九九八年，就是原声带嘛。你们会听到一个很特别的声音，你会觉得很熟。其实里面是 Steve Wonder，那就是很熟八零年代、九零年代的听歌的人，那应该会很熟悉呃 Steve Wonder。那我觉得。 嗯，很好玩。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些、呃、小对话。其实我很建议大家，如果没有看到这个动画版的话，其实我觉得动画版，嗯，可能因为是画的嘛，不是真实的，所以呢，可以呃做很多尝试。嗯，那当然现在真人版也有做电脑动画，可我觉得那个时候，呃，第一版。 它的内容我是最喜欢的，然后讨论到很多怎么样做真实的自己，怎么 true to yourself，怎么样发现自己真正的自己，其实就比较像我之前有提过，呃，寻找自己的 true north，自己真正的北方，嗯，好吗？那今天呃，关于花木兰的这个部分讲了很多。 讲到祖先能量，讲到觉醒父母，还有讲到要怎么样面对真实的自己，或是找到真实的自己。那希望今天在这一集里面，啊、呃，提供的一些 information 可以对大家有一些些小小的帮助。嗯，好，那就先讲到这儿喽。Until next time. Take it, Cookie! You know, to guess it from my side of the family. <laughs> Is crashing down on you Never you don't know where to turn or what to do Don't look too far You got the guy right to find your way Let your heart decide true to your heart You must be true to your heart it's with the hell